大哥，我们是喊你起床，不是喊你换个姿势再睡。咦，早上好啊，准备中午了，10点多了，你还不起床？起来啦，快点！哎呦，大懒虫是谁？起来没有？你都起不来啊？今天我们去逛超市不？去没？来，起来了，尽量帮你下楼先吃饱饱先啊。嗯，过来，好棒棒。哎，这，哇，算乖了，我航航。听到表妹唱歌没有？啊，在哪里，表妹？楼下。楼下，你喊她。表妹。表妹。我来了。航来了，狼来了，哇！你哪一朵花花送给舅娘啊？谢谢你，航航。年纪轻轻做外婆啦！你拿个棍子干嘛？打蚂蚁，用这么大的棍子啊？打蚂蚁，打蚂蚁，等一下咬你，我要你哭，不得这么快。跳起来吧！蚂蚁咬我。你去哪里？啊，你要去跟阿婶啊？阿婶要带表妹，现在没空带你，你跟舅娘好不好？有，马上回头。哎呦，我以为他会说不好。哎，你跳钢管舞嘛？我还是挺懂事的。又帮忙做工，算辛苦我航航啦。嗯，妈妈，我来做工，你休息啦，你享福啦。有草，你们都没看到哦，幸亏我航航来铲哦。哦，航铲，哎呦，种的算好了，航航算会种了。那你撒了菜种的不？撒了菜种啊！我帮你种菜，你说。种了。嗯，我种菜呀、啊。哦，你听到公公响啊？怕没？怕，过来啊！过来，舅娘抱抱。小兔子乖乖，昨天离家出走哦，晚上还会回来。我这个兔子，妈，妈在会切菜种啊，会干嘛？你挖到我嘞！上忙啦，我好在。帮你们种哦，不挖了吗？下午再来挖好不好？啊，我今天的工没做完，我不走，你们自己去。去超市了，走。去了，去坐车车了。快点，你还在那里挖？去超市了，快点。过来洗手。哦，这样子扭的啊，扭，有，几毛回子，大哥。在哪里去跳？啊？去哪里跳？
在屋檐里的黑。Yeah.